云居阁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秦前辈，晚辈天机山庄方多病，有要事拜访，还望一见。天机山庄方多病有要事求见。看来是不在了。我师娘这个人吧，就爱外出云游，归期很难定。 这说不定等个10年8年也不一定会回来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等了结了天兵之事再回来也不迟。哎，这是武林大事，各派都会小心防范，你一个病人就少操这心了。再说了，之前不是你天天嚷嚷着这些江湖恩怨与你无关吗？我们就在这里等秦波回来，哪都不许去。真是越发难骗。哎，你怎么还自己进去了？ 你爱喝酒，是跟你师父学的。师父在世，我从来都不知道喝酒有什么好，只知道习武。师父就总絮叨，说人生一世，烂漫之处何其多。 说我这个人一直只知道求胜之心，无聊至极。直到我死过一回，我才明白，师父，你说的话都是对的。 徒儿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陪你多喝喝酒。